今天呢，跟大家分享这两条车啊，阿巴斯跟泰法。先分享泰法吧。啊，走。这是个卡片钥匙。哎，现在他们的那个叫什么雅阁，不是这种钥匙吧？昨天客户来的时候呢，说这台是白色，其实看起来有点像米黄色，是吧？真正的白色，它那个本田的白色这样。但是在那个泰法拉上面呢，这个才是白色。对，它还有一个蓝色，好像有黑色，还有一个大红色。对，然后那个车主说，黑色看起来太显小，然后黄色跟蓝色呢，看起来太显眼、太高调，最后呢选的这个白色。对，然后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外观。这是个红头的，是吧？真正的红头，那个广大的那个本田粉啊，这就是你们的梦想，对吧？这就是梦想。对，然后它这个机盖这里有个散热孔哈，对，打开呢就是你们的梦了啊。对，红头。这台车车价呢42万，然后弄完下来可能要在车主说大概47万吧，47万左右落地。对，可以看到这个轮毂，这个轮毂听说是 BBS 代工的哈，看起来质感就很不错。然后那个刹车 Brembo 的，对，2.0T 的发动机。这个昨天我们在看这个的时候，你看思域是吧？40几万的车，40几万的本田呢，它还就是个本田，你看这种感觉，软吧？是不是很软是吧？然后它这里原厂呢带了一张犀牛皮哈，这个在一些这个在普通的本田上你是看不到的，因为那个石子呢会打到这个位置哈。然后它原厂呢大尾翼是吧？合法上路的大尾翼。我说你平时，我估计这辆车上路，等一下交警还是会拦的啊，他改装怎么样？加上这个啊，三出排气，对吧？然后这个呢，420，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它就是420的那个420牛米的扭矩，对，这个420哈。哎，他们那个是多少？我看一下。啊，260，那个是雅阁是260。对，然后它，哎呦，后面也是手动的哈，手动的尾门。哎，备胎在下面，没备胎，没备胎，没备胎。这音箱，这个它是这么一个形式的帘子，哎，这个还是第一次见哈，很少有见到这种形式的帘。这呢，整体的外观呢，就是这样子，它是手动的。哎呀，屁股还是很漂亮的，对吧？对。然后我昨天注意到车来的时候，我还跟车主在这里研究，我说为什么它这个边上两个玻璃，居然是两种颜色？啊，这个呢有点偏茶色的哈，这个呢就通透一点，感觉就有点像很多车型的那个后排是隐私玻璃一样，但是它这个隐私呢又不是隐私，它只是加了一点颜色。对，然后我建议车主后续呢给它贴那个丹绒的，给它贴那个丹绒的黑武士隔热膜，这样看看能不能统一起来就很帅。来，进到里面看一下。啊，一进来这个红色的铜椅啊，然后还是通风座椅的啊。还是通风座椅，哇，这个铜椅多少舒服！哦，它是4S店送的脚垫，它这个就应该不应该铺脚垫，全红的，是吧？这个多少有运动感，一进来就是全车给人那种很动感的感觉。我们启动一下吧，啊，关上，听一下感觉。对，昨天我们技师说了，因为我们好几个技师都是雅阁嘛，对吧？一打开这个门的时候，
本田就是这个味，不是说它是 Type R， 它味道就香一点，味道车里面味道都是一个味。这个整体坐在这里哈，你看这个脚啊、座椅啊，这种座椅很舒服哈，不像那种平时遇到这种铜椅，这种硬邦邦的，像宝马那个哈，这种座椅这种感觉很舒服又软，对，然后有支撑啊，有包裹，对，然后这个方向盘的位置。啊，这个离合、刹车、油门的位置，哎，翻毛皮的方向盘，这个叫水滴型的，哇，冰冰凉的，还蛮舒服的。对，包括这个手的支撑，是吧？哦，刚好在这里，因为它又不会扫，刚好能撑住这里。我手比较短，是吧？唰唰唰唰唰唰，很棒，很棒，真的。这个不知道以后有没有二手卖。后排，我们后排看一下。哦，后排空间，你看我刚才前面已经是比较适合我的座椅的位置了哈。然后后排你看还很舒服，是吧？这个空间多少大？这里还有两个杯架，哎，扶手箱没有啊。这后排估计就不是给人坐的，三个人是没有问题。座椅后续这客户还应该要经常来我们这里洗一洗。嗯，这台车呢就要今天星期几啊？今天是星期四，星期四，然后他星期天要车，对，然后现在呢还在调那个数据。然后这个车呢是贴我们第三代的隐形车衣啊，圣家的路易斯系列，对，因为他家好几台车在我们这边贴的哈，之前呢都贴的XP啊、威酷的哈，现在我们因为我觉得圣家这个车衣。整体产品力上面我觉得是我个人认为好一点哈，当然大家都有其他的看法，对，我自己站在客户的角度，我觉得这个可能更适合他们。反正这个呢就是这台 Type R 啊，稍后呢我们就开始施工了啊。画个圈站在圈的中心，是一个人的身影，一个人的声音，最悲痛的歌选择唱给风听，靠着斑驳的墙拥抱月的光晕，好像是出生的那天起，我们被困在一个人的房间里，我们幻想着奔跑也幻想着追逐，睁开眼却看着窗外暴风雨。我把记忆私奔打开，又急着发呆，树叶沙沙，月光离我八千里，把情绪解开，此刻灯下只有我眼中的风景，可是人潮听不到角落里的声音，绕开喧闹远离街道，所以我把出租房选择在了郊外，一个人漫无目的，除掉社交烧开的热水，我又加上了冰块，风儿刮过我又给我带了口信，他说我不算孤独，让我打开抽屉，木盒里躺着小学买的那把口琴，伴着风的舞蹈奏响了夜的声音。哎，我们这台本田的思域 Type R， 已经车衣贴完了，然后昨天上完牌，上完牌之后呢就过来贴了这个丹龙的黑武士窗膜哈，你们可以看一下整车的效果，全黑，我就觉得很帅啊。当时他来的时候他说窗膜选什么，我说你这个不用考虑，肯定是选这个丹龙的黑武士膜哈，全车黑的哈，侧挡后挡黑的，这个都是很正常。现在呢我们是连前挡都黑的啊，前挡都黑色，就看起来就特别的酷啊。我们一会儿呢到室外去感受一下啊。OK， 你看一下这个停在室外的感觉啊，这个太帅了，黑的一塌糊涂。哎呀，来看一下里面，在里面的感觉。哦，外面太热了。哦，现在里面是没有开空调啊，没有开空调。晒一下，这个你看，这上面基本上晒一下，
可能晒的时间还不够。它这个前挡它贴的顶级的，侧挡呢是贴的常规的，就晒一下就能感觉哈。OK， 这个呢就是我们这台 Type R 前车侧翼加窗膜完工了。